您好。您好。我姓阮，您贵姓？我姓陈，叫陈如芳。你多大了？我23岁了，您呢？我45岁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中国来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河内人。你是医生吗？不，我是老师。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商人。认识您很高兴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